为女童宝贵的性命。三立新闻张玉杰桃园报道。好，这暑假到了，这个民众是全家大小出游去，在云林街的游乐园呢，用卡通北海道小英雄为概念的，在设计了这个水乐园等等的迷宫设施，抢光了暑假商机。艺人黄西田、蔡昌宪等人出现在云林这间游乐园，和现场民众同乐。只要是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带走10000块奖金。无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，全站在呼啦圈里头，全神贯注，拿着拖鞋拍乒乓球，比谁撑得最久。奖金大家可说是拼了，看看这位小女生有好几次球都快飞出去了，又成功救球，尽管到最后还是宣告失败。别气馁，还有下一关，有主持人现场示范教你怎么玩。电视节目主持人暑假全员出动，招待100位穿比基尼的民众到游乐园玩水。而业者为了迎战暑假档期，特地以卡通北海小英雄为概念，设计相关的迷宫和游乐设施。除了水乐园之外呢，会特别推出北海连环迷宫，有很多新的设施来给游客体验。暑假到了，学生们放暑假，又碰上炎热的夏天，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或情侣档选择到游乐园玩水消暑，而电视节目也趁这个机会走出户外。三立新闻廖怡德、尤彦慈云林报道。好，周休假期。